那个问题是透过这个故事在问观众，而且是问自己。对于这个案子的核心情感是什么？有时候你会需要跟别人聊，尤其是跟有经验的人聊。然后这些老师看到你的剧本，会给你非常清楚的方向上面的建议，然后最多都来自于说，你要先不能太复杂，一定要简单。他们都希望我们可以很真诚的面对自己的创作。那可以感觉到老师是真的很认真的，渴望的希望的片子。